成就不一样了，成就了，因为这个不能写作。有些人呢，他的根性只是希望升天，做第十天王。所谓第十天王啊，就是四体梵音，《阿弥陀经》里面的四体梵音啊，就是陶立天。陶立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三十三，因为他这个须弥山顶最高啊，地居天的最高的地方，他有东西南北各方面都有八天，四百三十二。中间第十天王住的这个善法堂天合并起来就三十三天，所以叫做三十三，横算三十三天，好像一个国家三十三省一样啊。如果想要升到陶立天做第十天王啊，要统领诸天啊，做天主就是第十天王，统领诸天就是三十二天为他所统领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以彼天现第十身而为说法啊，因为他想要当第十嘛，就先他所希现他所希望的身让他见到，而由此努力修五戒十善，要升天要修上品五戒十善才能升天啊，所以要加强他升天的这个力量，使他好好的用功去向于陶立天王的这个境界。这是现第十身，其次现自在天身。若诸众生欲生自在，游行十方，我以彼天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个自在天是欲界第六天，欲界的第六天啊。如果有一类众生想要身体自由自在的游行十方，这个十方只在三界内，例如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一个小世界里面这个陶立天以下不是欲界以下整个欲界天，就是欲界内他可以来往自由他的身体在第六天他法自在天做天王，那么可以在欲界的六天自由自在来往，所以叫做游行十方，不是整个十方世界。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以彼天现自在天身，现这个他法自在天的天王身，为这种人说法那么使他能够成就升到这个自在天，就是他法自在天的天王。接下去还是一个大自在，名字相同，意义不一样啊。若诸众生若欲生自在，挥行虚空，我以彼天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大自在是色界最高天，叫做有顶天，就是色究竟天，色界四禅最高的色究竟天的天王，色究竟天的天王啊。这个天王叫做大自在天王，根据大智度论说他有三个眼睛八个手背骑白牛可以在空中飞行自在。那么这个自在飞行就不一样了，更殊胜，可以到他方世界所以说如果有一类众生想要做色究竟天的天王希望身体能够自在，欲就是希望身体能够自在飞行于虚空，这个虚空就是十方世界看法华经里面说的这个各方面的天王从五百个世界之外那么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可见这个色究竟天的天王他可以在十方世界游行那么如果你想要做色究竟天的天王吗，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身为他说法那么都是要说上品十善，同时要修这个色界禅定。如果没有成就色界天的禅定最起码要四禅的禅定成就才能升到大自在天那么菩萨现大自在天身为这一类众生为他说法那么使他能够成就。
这两种啊，实际上连上面的四种天王，大梵天啊，还有这个第四天王啊，他把自在天王的自在天，世界最高的色究竟天，这些天王啊，这四位天王虽然说是现四位天王身为他说法，这是菩萨道，这是菩萨继位的地方，菩萨修行啊，在这些地方继位修行。所以呀、啊、文字上看起来只是想升到这些天做天王而已，而实际它的内涵呢、啊、是以菩萨道教化啊，让他们成就初地以上的菩萨境界，而升到这些天上继位天王啊，来继续行菩萨道啊。所以以我的看法，这四位天王都是菩萨以菩萨道的方式来教化他，让他升到这些天上啊，继续他的菩萨道。那么从这个住行上帝啊，一直到等觉啊，能够一步一步圆满，将来到究竟成佛。所以用意是说，现在让他先升到天上，成就天王的这个目标，他的愿望。那么内涵，将来他有成佛啊，使他们行菩萨道，一直到究竟成佛为止，这才满他的心愿。所以啊，这些天王不要平淡的看他，都是菩萨现身继位天王，将来啊要成就佛道啊。这个天大将军，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行。